吃。不吃，你吃吧。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这个。哦，是糖葫芦。哎呀妈呀，咋还碰瓷了呢？可不能浪费了。这糖葫芦怎么卖的？3块。卖这2块卖不卖一？不卖。这没多少。我很想吃。这个扁的，这个圆的。我吃扁的。你这个大的。我再给妈妈一个。给妈妈一个。那你掏钱吧，掏钱我给买。啥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这给不着钱，再给你爸爸。我还是快走吧。爷爷再见。再见再见。又是开心的一天。去买4个西红柿，晚上做西红柿鸡蛋汤喝。10分钟后。谁给你的西瓜？老板。那我让你买的西红柿呢？还有没有？没有。老板。哎。你来来。你要西红吗？哎。我老板。你要哪一根？最大的。好的。耶耶耶耶耶！哎，好热。别睡了，快起床了。今天我们去看太爷爷。82斤。爷爷跟妈妈。又做了大饼没？好小。我是爷爷。18。可能爷爷。我的呀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大快看，太爷爷在那里。太爷爷你吃，我们回家吃肉吧。好的。妈妈饿了，你去帮妈妈买点吃的吧。快去吧。半小时后。有人啊！怎么了？你哭了吗？